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吧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方便，那各种的方便会度不一样的众生呢、啊。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斯里兰卡同愿同行。到达药草园用餐，工作人员指着满园浓密的药草植栽，为大家介绍斯里兰卡常用药材功效。Memories of sunshine